安心，这个就是能让这个老百姓冬天饱受不再受这个寒冬之苦了嘛。哎，这个回来了以后呢，就是去了解这个暖气咱们这个家里面这个情况。因为这个电呢，它是这个清洁能源，你像这个电灯啦、灯泡啦什么之类的，都是比较快捷高效。我就想到这个能不能发明一款这个暖气呢，就是和这个空调一样，这个按需供暖，什么时间这个需要了打开，随时能取暖，不用的时间呢，就是安装在墙上，终身免维护的这样一种暖气。我从2013年开始吧，就是一直不间断的，就是在市面上寻找这个各种产品，这个取其优点，就是能结合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使用这个环境啦，这个优势啦，这个特点啦，这个包括这个小区自建房啦，小区房和自建房啦，在中间一直在寻找这个平衡点。陶瓷这一块呢，我们这个去广州、深圳、东莞，还有这个广州南头镇，到那边中山、南头，他们那边呢，就是也是有好多这个开发的这个采暖产品。到最后呢，问了一遍，还说这个PTC 陶瓷这个产品呢，这个最适合这个采暖使用。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调产品呢，它里面有个电复热，全部是用的 PTC 陶瓷。这个 PTC 陶瓷呢，它这个性能稳定，它最大的这个优点和特性呢，它就带这个自限温功能。你打比方说，我们出厂把这个 PTC 陶瓷片设定在200度，然后呢，200度以后呢，它自动都停了，不再加热了。一个是达到这个节能的目的。再一个呢，它不需要单独加这个独立的这个限温软件，减少故障率。这个铝产品呢，是这个世界公认的仅次于这个银、铜这个第三类的这个散热最好的一个材质。有两个比较代表的用户，一个是呢自建房，就是这个居民楼，这叫自建房。然后他们呢一般情况呢都是按这个100瓦一平方米设置的制热量。还有一个呢是农村自建房，楼层比较高，这个房间比较多，它是用了一台16柱的这个散热器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感觉一到冬天的时候就离不开它，空间小不占地方，我感觉挺好的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我已经尽最大力量了，我非常满意。下一步在使用过程中吧，还是结合用户的反馈，这个来改进自己的产品，降低成本，降低使用费用，达到这个用户都满意。我这个梦想就是给咱老百姓办点实事吧，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改变这个现有的生活，让这个老百姓冬天不。